那人电掉了，然后军衡自己也不电了，然后人家一喊，军衡就倍儿老实停住，他要不停，叭就给你电，然后直接就掉电重创，行了，起活，拜拜。所以我出电你扣我班，没问题扣我一班。哎，而且第一次还只能警告，你还他妈只能警告，哎，我操！所以直接一电，我操，那军衡就是最有最快过剩了，嗯，可以了。所以同学们记住，对方一旦掉电，瞬间就扛不扛，千万别他妈的，哎呀，跟咱平常玩似的掉了剑，哎，点，我也带了，然后今天可以练个地方。那个姐姐不那什么了，我拿这个吧，这个我你就拿咱黑，咱黑吧。哪边歪打哪边，但是跟其他训练还有关系。你下一下，必须得这个要小姐有点像这种小五，每次跟我玩，看这 come on， 试试，他动作非常标准，非常好。然后他那个这个问题很简单。还有呢，就是他做非常标准的，来推荐是吧？推，最好应该左右推对吧？打，拜拜。因为什么？就是力量，我这一下能直接砸你。就是其实近身，除了力劲，不用出来，就说在这漂亮很多，这种东西非常的熟。这为什么我跟好人？还有，哈哈，互相出来的，不是单纯的，你看互相出来的，我算男生，你我都不上来就算，
挺打的几个，好人会快的，不爽的，我音乐康老师这样的，爽啊，而且不要紧张，这几天了，这帮人受伤了，万一腿伤了，在家不见，之前训练出两发，然后他弟就是19，所以你就想今天穿的什么感觉？就说哇超漂亮，两下来两个，可以，然后可以，谢谢教授。